哎呦，出来了，这就出来了，好漂亮！好啊。 敬德吃饭了。爹和敬德今天打边辛苦，我特意做了你们最爱吃的红山荞面，替天王老爷犒劳你们。哎，好吃啊！玉梅啊，我送给儿子的见面礼怎么样？不轻吧？宝林，来，我给你擦擦汗。 你快吃饭吧！哎，快吃！爹，玉梅做的面啊，就是好吃，多吃点。哦，我们吃饭了。哦，来来来来，儿子，来，抱了抱。哎，哦哦，你，嘿嘿，来了来了，再笑一个，儿子，来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儿子，好好看看啊！哦，这条铁鞭啊，可是爹专门给你打的，跟天王老爷那把是一模一样的。儿子，你快快长大啊！长大了呀，你爹教你武功，好不好啊？儿子，看你娘给你弄什么了啊？来，抓着，抓着。 来，默默。哎，好。哎，你看，多乖，哎。来，娘抱。好。哇！哎，咱儿子多乖啊，小宝林乖啊。哎，来，哎。 条铁鞭，您可要保佑我们村太太平平，远离刀兵之苦啊！ 将军。将军，少将军被杀了！跟我来，走，上，撤！ 别走大路，家里有我，不会让他们娘俩饿着。你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吧！等等，拿着，琼家附录、潘家都在里面了。哎呀，赶紧走吧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玉梅，上上！给我听好了，挨家挨户搜，罚你3尺，也要把那小子给我找出来。 快去！不好了！你快走吧！快走吧！快点儿！走吧！快点！你还等什么？家里有我，你放心他们娘俩。你逃兵要紧，你就放心的快走吧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等等，走后门，快来，从后门走，快走！ 真的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哼，你到底说不说？我真是不知道啊。我，大人，你个老孩子，你竟然会不知道？他出去以后一直就没有回来，大人，我是吧？那我就让你永远不知道。 天王爷，既然你不管百姓死活，铁鞭就借某家一用吧。玉梅，玉梅，啊，爹，爹，玉梅，玉梅。将军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下去吧。咱们就快相见了。将军，您看。把军粮拿出来，赈济百姓。将军。 将军，军粮已经吃光了，弟兄们也没吃的了，咱们还是降了吧。闭嘴！再提降唐，我斩了你！是。将军，你看，远处穿白袍的就是唐统李世民。 将军就要见到妻儿了，难道不想再立大功？千岁，这个黑炭头就是尉迟敬德，六州手下的第一员猛将，只要把他拿下，晋中就不用发愁了。确实是一员虎将，难怪能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。 6丈，三面环山。从东门攻城，确实不易。这山中肯通行的小路。真是对牛弹琴啊！ 成王兄，迎战！慢，全军快走！这里有我老程。往回跑！乖孙子，这是爷爷给你的见面礼！剑法，跟我来，是。 敬德将军，请听小王一言。敬德将军，如今界州已成一座空城，城内粮草已空，就算将军神勇，又能守得住几日呢？将军，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一想，也要为界州城的百姓想想。晋阳王待我恩重如山，敬德当誓死相报。秦王若真有好生之德。 那就请在破城之后，不要涂炭城中的百姓。秦王要是想要敬德的人头，此时便可拿去。敬德将军，今天我们只当六马谈天，咱们改日再战。将军请。叔宝，我要借州城，也要尉迟敬德。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将军，今日突袭唐桐，有何斩获呀？大人前日说，主公已经找到了我的妻儿。 他们此时身在何处啊？在并州。前两日我不是和将军说过了吗？啊！这么说，你已经见到我的妻儿了？当然，我亲自把他们安排在馆驿之中，好吃好喝，请大人放心。当年建内生产之时，受了风寒，左脚落下了病根，遇上刮风下雨，就举步艰难。我是担心他的身体呀。对对对，哎呀，我也是担心夫人的身体呀。不过，请将军放心，我已经请了并州最好的大夫前去调治，吃了2副药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嗯。 真是对不住大人了，敬德记错了啊！剑内的病根儿是在右腿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对，右腿。 是右腿，哎呀，你看我这脑子，这2天忙于军务，我都给忘了。大人的记性确实不太好，县内根本就没有病。我只想提醒大人，敬德一介武夫，除了妻儿之外，无牵无挂，谁要是敢对他们不利，大人，尉迟恭怕是已经察觉了，咱们是不是？这样吧，咱们还是先等主公的旨意再行事。你在这儿好好盯着他。啊，是。你跑！你跑！你跑！我叫你跑！下来吧你！ 敬德昨日私放唐童，于红泥涧与之密谈多时，似有归降之意。晚间问起妻儿之事，似起疑心，恐生变故，望主公早作定。看来这介州城和尉迟敬德是指日可得呀。 传令下去，兵退40里。是。千岁有令，大军撤退40里。快吧，这个，这边，走。往那边，小心点。都打好。他们刚在红泥涧见过面，李世民就撤军了，怎么这么巧？ 李世民觊觎介州城很久了，就这么放弃了？属下认为只有一种解释，那就是李世民现在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介州城。主公那边回信了吗？啊，还没有。看来主公还是下不了决心呢。您看，要不咱们再等等？等？不行，不能再等了，否则咱们的脑袋…… 就会和介州城一样，成了他降唐的见面礼了。在哪里呀？将军。 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我派刘四去并州接夫人和公子，没想到路上遇到了响马。什么？啊！这！玉梅。 老实点！尉迟将军，大人，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正想问你，你追杀李世民无功而返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大人，景德对晋阳王一片忠心，苍天可见。实话告诉你，主公。 从来没相信过你。这么说，你们一直在骗我，根本就没有我妻儿的下落，对不对？不这样，你怎么能尽心的为我们卖命呢？嗯？呀！呀！住手！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。秦二哥的家伙事儿就是好使啊！去找找，那边看看。快去找找！一个都不能放过，一个连续两个人。 出来！出来！跪下！说，谁先打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捡的，我捡的。他捡的。将军。快说！我的妻儿究竟身在何处？说，快说！他们。 他们在，谁呀？谁呀？出来！谁呀？谁？出来啊！快出来！出来啊！出来！我的妻儿身在何处？我的妻儿身在何处？哎呀！哎，裴大头。 你不能这样倒了呀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属于知恩不报啊！啊，我跟你说，你算什么尉迟将军啊？啊！你想怎样？你先叫我三声爷爷。哎，不，算了，别叫！哎，你听我说啊，你给我10万两银子。经得区区俸禄。 哪来这许多银两？好，那我不难为你。你把这州城给我，除非你取我景德的性命。这我可取不了。哎，你听我说嘛，哎，这样，我也再大封一次，你给老程当个保镖啊。以后老程要遇到什么危险，你救老程一命，咱俩不就扯平了吗？说了半天，你还不是想让我降唐？敬德将军。嗯。哼，原来你们是早就准备好的。敬德将军误会了，我们此来是因截获杨显给刘武周的密信，而特地来搭救将军的。既然将军无碍，就请回城吧。 敬德将军，请留步。千岁，还有何事？敬德将军，两国交兵，最痛苦的就是百姓。我军已困城数日，想必城中饥民遍地，小王是深感不安。敬德将军，小王这有100担粮食，想要赠与将军。 烦请将军带回城中，发给百姓，聊以生计。你把粮食都给了我，就不怕我充作军粮，继续和你们征战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你就不是尉迟敬德了。 早有耳闻，千岁爱民如子，豪气干云。今日敬德所见，真是由衷的佩服。敬德将军，快请起！报！禀千岁，刘武周疑心敬德将军降唐，火烧建州城，城中百姓万分危急。 降唐后，成为李世民的左膀右臂，跟随李世民东征西战，历经10余年，扫平各路诸侯。5年后，唐王李渊扫平各路诸侯，天下一统。 尉迟恭因战功卓著，被封为鄂国公，随李世民镇守晋中，防御突厥各部的骚扰。真是不比从前了。想当年，红泥涧一战，连你这名满天下的皂袍敬德，也奈何不了小王啊！千岁，那是程胖子从中捣乱，加上秦二哥救驾及时，要是再遇上这么一次，可就难说了。敬德，你别不服老，看看你的胡须吧。再说，就算你不老。 你的马也老了，说的是啊，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怎么能不老啊？千岁，我去河那边印马。嗯，这千岁，兔子。 撤！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是啊，奇怪了，无白无故的哪儿来的雾？突厥新兵犯境，大军已冲破边关，距此地还有不足100里。高祖8年，突厥可汗突然兴兵犯境，前锋部队直逼晋阳，突厥铁骑长驱直入，杀掠利民，劫夺财物，边境百姓苦不堪言。 蛮夷，一律斩首。大家都别怕，我是铁勒布阿伦娜公主，你们都是勇敢的勇士，不能像胆小的牲口一样死去。来人，把这娘们先给我砍了！走，走，跪下，跪下！ 住手！谁让你们屠杀战俘？是齐王的军令，谁的军令也不行。先把人放了。尉迟将军，违抗军令，可是死罪。死罪也由我来担。要杀就杀，我们突厥武士不需要你们的可怜。齐王的军令，谁敢违抗？动手！谁敢？ 住手！参见齐王，参见殿下。我要杀的人，谁敢阻拦？殿下。 敬德当年投唐，正是因为秦王仁政爱民，忠肝义胆。可如今这些战俘都已经放下了刀枪，敬德还望殿下给他们一条活路。尉迟恭，你张口一个秦王，闭口一个秦王，你眼里还有本王吗？敬德一心只为大唐。 尉迟恭，听说你擅长空手夺槊，今天我倒要看看，在一炷香的功夫，你能夺几把兵器。敬德不敢。上！是是。将军，请留步。公主为何在此？在我们的部落，最强大的英雄，应当得到这种礼遇。公主殿下，恕敬德不能从命。难道你不喜欢阿伦娜？啊，公主殿下，将军，恕敬德不能从命。 微臣参见殿下，大哥，有人要杀我，你要替弟弟做主。四弟，怎么回事？他要造反，还要杀我。哦，阵前谋反，冒犯王爷，按律，我当诛你九族吧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听我说，敬德将军他是冤枉的。哼，本王才是钦差大臣，我要做的就是杀死那些乱臣贼子。来人，来人，给我拿下！住手！嗯。 殿下，幸得为大唐江山东征西战，苍天可鉴。太子殿下说敬德对大唐别有二心，那殿下可以把敬德的心剖出来，看看是不是忠心。太子殿下，敬德将军是冤枉的。敬德将军是冤枉的！敬德将军是冤枉的！尉迟恭冒犯齐王，罪不容诛，本当严惩。但念其征战有功，无欲追究，贬为庶民。 千岁，请回吧。敬德将军，官场黑暗，离开这是非之地也好。如今奸人当道，敬德不能陪在千岁左右，还望千岁多多保重。请千岁再恕敬德一拜。 天王爷，敬德冤枉您了。当年我说，您不管百姓死活，可敬德我这年年征战，又是为了什么？说为了天下苍生，江山社稷，那都是他们欺骗黎民百姓的鬼话。我敬德为他们卖了这么多年的命。 却连自己的妻儿都保护不了。天王爷，这把铁鞭，今天就物归原主了。兵败后，竭力可汗亲率大军再次杀到，唐军大败，退至白梁关内。唐军败兵狼狈地逃回城内。叫尉迟恭出来见我。 小将是谁？禀千岁，他叫阿史那宝林，是竭力可汗收养的一名汉人孤儿。千岁，白梁关被困多日，现在秦叔宝远征高丽，侯军急远在西南。如果尉迟将军还不来的话，形势可真的不妙啊！朝廷不是已经下旨了吗？已经下了好几道圣旨了，可是。 是朝廷对不住敬德将军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连年征战，真羡慕敬德能在这种清静之所养老。可惜啊，咱们又要把他带走了。我看未必。万岁爷三道圣旨，他连窝都没动。我看他还是为了当年那事儿耿耿于怀。 哎，千岁，就是前面那个小屋，进，进。嘿嘿，哎，各位这位小哥，尉迟老爷还住这儿吗？两位大爷找我师傅啊，我师傅在后院呢，跟我来吧。哈哈，请。 老黑，老黑，老黑，哎，我师傅在后院呢。啊，后院。老黑，老黑，老黑，老哎呀，有刺客！有刺客！哎，有刺客！有刺客！刺客！你笑什么呀？有刺客！啊！小开，小开，小开！小开，小开！金德，师傅，金德，师傅，快停下来！师傅，师傅，怎么了？抓人了！我师傅这有点不对劲儿了。抓到他整天念叨什么罢什么官，得罪什么王，后来有一天突然大笑了半个时辰。 就变成这样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抓人了！敬德，敬德，敬德，你怎么了？敬德，敬德，你看看我，你还认得我吗？你还认得我吗？你认识他吗？他不认识你们，他不认识你们啊！敬德，别怕，别怕！早知道是这样，当初我就不该把你骗来。 哎呀，倒霉透了！哎。 运去时衰，如今你也派不上用场了。哎，小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师傅现在已经疯了，他肯定骑不了这马了。这么一匹宝马良驹留给一个疯子，岂不是白瞎了吗？这样，你让我老程牵走吧。哎，你不能把他牵走，那是我师傅的。什么他？老程，千岁，小哥。 好好照顾你的师傅，回头我再派人送银子来。走吧。这，没想到一代名将，竟落得如此境地。 传将出去，怎能不让将士们寒心？千岁，你等我一下啊！老黑啊，老哥还真舍不得你啊！咱们俩这么一别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啊！哎。 哎，这不，我给你弄了壶好酒，咱俩喝一杯。这放这，来，哥哥给你倒上。嗯，放这儿。嗯，来，干了。来，哎呀，别玩了。来，喝酒。嗯。 哈！老黑，你的疯病好的可真快呀！我看你疯了还是忘不了玉梅。哎，我说老黑，你不愿福保大唐也就算了，拿老朋友当傻子，你太过分了！你说话呀！敬德，千岁。 千岁恕罪，千岁，起来吧。谢千岁。看到你没事，小王我就放心了。我是老黑呀，现在突厥进犯，黎民涂炭，你怎么还在这里装疯卖傻？怎么可以不出山呢？ 天王爷不要怨敬德言而无信。如今边关危急，黎民涂炭，这条铁鞭，请天王爷再借禁队一用。 骁勇异常，最近连伤我数员大将。尉迟将军，你可千万要小心！对面骑黑马的唐将，就是名震天下的尉迟恭。 铃铛是谁给你的？把铃铛还给我！你姓字名谁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宝林，宝林。灵妹，你在哪儿啊？我今天见着咱们的儿子了，长得像你，但脾气像我，我们还打了一仗。这臭小子真不错，力气比我还大。 你快快长大啊！长大了呀，你爹教你武功。药救程咬金，明日未时，单人独骑，关南柳林相见。就，敬德，小心林中有埋伏，我们跟你一起进去。千岁放心，末将一人即可将老程救出。对，对，对。 名震天下的尉迟大将军，竟然如此不堪一击。老程在哪儿？你来晚了，我已经把他杀了。你这个畜生！想不到尉迟大将军也有放不下的人。你不便骑马，我也不占你便宜。 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娘是不是叫苏一梅？住口！你还有脸提我娘？你知不知道我娘为你受了多少苦？原来你知道我是谁？我当然知道你是谁。我和娘等了你20年，整整20年。 你在外面官高爵显，哪管我们死活？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宝林，这20年来，我一直在寻找你们母子的踪迹。呸！你还在骗我！你自己跟我娘去说吧。我曾经在娘的坟前发过誓，一定要找到你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呀！我娘临死前说过，要我一定要找到爹。炮击，小心！尉迟恭，你没想到又会落到我的手里吧？住手！不准伤害他们！公主来了！公主来了！公主！嗯，铁楼不法了！快射死他！公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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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公主，公主。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。我娘说过，用这个暗器的人，就是杀死我外公的仇人。当年斩草未除根，老夫这就送你去见他们。铁勒布公主被杀，突厥内部大乱，竭力可汗只得下令。快放我下来呀！呀，你们不能不赶老常啊！ 哎呀，哎呀，老黑呀，快放我下来！你们两个别说话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我这腿都快酸死了。爹，还疼吗？不疼了，不疼了。这是当年分开的时候你娘给我的。509年6月，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、齐王李元吉的矛盾终于爆发。在建成、元吉的排挤下，李世民决定背水一战，先发制人。双方在玄武展开激战，在尉迟敬德等人的力战下，建成、元吉被杀。这就是历史上 著名的玄武门之变。509年8月，李渊称太上皇， 李世民继承皇位，改元贞观，世称太宗皇帝。来人呐！万岁，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朕整夜睡不着觉。 亲家，朕的心中实在是有些不安呐。万岁，龙体安康，便是我大唐百姓之福。我等辛劳，又有何妨？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陛下，臣倒有个办法。说，不如召请天下的画师，将二哥和敬德的肖像画下来，贴在宫门之上，以保万岁平安。 从此以后，尉迟恭和秦琼的画像就成了中华门神，并流传民间。至今，中国人仍有贴门神的习俗。2010年8月，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“中国门神文化之乡”。